大家好，我是 Apple 先生，我是四月先生，欢迎收看四玩具。今天要来开这个是 Figma 的《鬼灭之刃》，我妻善意。这个今天刚到货，我们就来开箱给大家看看。啊，这个也是我收《鬼灭之刃》最后一只了，我就只收这个主角群的，一个女的加三个，大概是这样子。这个系列出太多了哦，那收这样就好了，不要再收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开箱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状况是怎么样？这个是 DS 版本哦 ，DS 版本它外盒都是会给一个这个厚的这种盒套哈、哦，这还蛮精致的，放上去还蛮不错的哦。放在这里，盒会大概看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就开箱吧。首先我们这个打开来介绍一下，它多了这个地毯，六角形的地毯。那也比较大，支撑感也比较粗。这个总共有三个洞，你可以插特效，也可以插主体，都没有问题。除此之外，它原来送的这个支架也有啊、哦，这边看得很清楚，这原来的。然后备用关节，这一次除了这个基本的手势，多了一个这个指向性手势。步行手势，左右对称，这个应该是握那个剑把的手势，那这个应该就是握剑的手势，就是拳头挖空，这个也是拿武器的手势哦，只是用途不一样，可能是握那个。剑柄，那这个也是一样，拿武器的手势。那这两个都是只有一个，单一一个。这两个手势呢，就是本体上面的，那是拳头实心的手势。那这三个是特效的这个支撑杆，两根一样的，一根是 L 型，这个是比较小的这个特效哈。那这个是比较大的这个特效，这个就是水蓝色跟黄色的这个渐层处理哦，这个颜色还不错哦，有处理过。接着我们来介绍这个是日轮刀，这个日轮刀是善意专属的，那这个刀面上有雷纹，这看得很清楚哦。那这个刀柄这边就是有这个善意专属的这种图案，很明显。那这个是断带这边软胶，但这很容易断，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再来就是这个是还没拔刀的时候插在这个刀鞘里面的哈。接着来介绍他的脸雕，这个是害羞的脸，这个是睡觉的脸。这个是快要哭的脸，都这个涂上这个蓝色，我觉得怪怪的哦。这个快要哭的脸，这是普通的脸。以上这个就是脸型的介绍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还没拆这个保护膜的原始状态，那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它会这样子包不是没有道理的哦。那收藏起来就是要这样收藏，注意一下。刀还有另外包，基本上就是脖子刀，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鱼刺啊，还有大腿跟小腿这两个地方。接着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塑形以及它的涂料哈、哦。那它的涂料这一只跟炭治郎最大的不同就是说，它这个有深浅的分明，炭治郎没有，从浅到深。鞋子这边也一样哈、哦。这边也看得很清楚。那这个涂料的话，跟炭治郎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他衣服上，就是有这个渐层的处理。啊，其他大致上都看起来还 OK。头发这部分的话，就是比较
没那么细腻哈，它是比较粗一点的这个头发，它可以再细腻一点，可以再做更多的这个纹理处理啊，这边都比较粗一点。好，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塑形，塑形这一次就不一样了哈，怎样不一样？第一个，这把刀是可以拆开来的，卡扣，对，算是关节了哦。这边是可以把它拆开来的，那你这样挡就看不到了，还蛮 OK 的。炭治郎它是不行的哦，炭治郎它是不行的。再来就是说，这边多了一个这个可动关节，它是可以弯下头，弯得很弯，然后做一些比较特别的这种霹雳一闪的这个动作。然后它的塑形，这个衣服跟炭治郎一样，有分成五大片哈，左右各一片，中间一片，然后后面就是两片。啊，可以看一下它的塑形跟炭治郎这个是一样的，就为了可动，就做成这个样子。那我们来讲一下这只的可动，头的话是可以360度，那稍微往上面仰一下，往下。都没有问题，手一样了，都可以绕大背，然后这边有个关节是可以旋转，这个手肘关节可以拗到这个样子。那手肘前面这边这个蝴蝶袖这边有个关节，它就让你可以旋转你的蝴蝶袖。再来个手腕这里有一个关节也可以旋转，胸下面这里有一个关节，它可以让它稍微再拗下去。这个腰是可以旋转360度的，没有问题哦。大腿是可以往上抬，抬成这样子，还蛮不错的哦。大腿，然后往后踢，也是可以踢到很后面，看，可以踢到这样，甚至更后面。好，往后踢可以踢到这样，那它可以折，脚可以折成这样，你可以用跪的，这个就是跪的状态哦，它是可以跪着，没有问题的。大腿这个关节是可以稍微往外一点，往上都没有问题，这里有一个关节可以动。然后这个膝盖是可以旋转的，这里有个旋转关节。小腿这边有一个关节是可以旋转的，这个脚踝关节是可以旋转的。然后这个脚尖是可以往前踢一点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可以往前踢一点。它的可动大概是这个样子，那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我这一支涂料有一点点瑕疵，这边应该看得到哦，那没办法，涂掉，没那么厉害，我不是这种专业的，可能要让专业的来，这种也没办法推荐了哦，也没办法推荐。那把玩的时候，这里腿的时候，你可能玩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，不要弯成这个样子，或是。很奇怪的，像这样子，这就很奇怪了，注意一下，注意看哦，它可以鞠躬鞠到这个样子，胸下面有一个关节，它可以弯成这样，还蛮不错的哦，还蛮不错的，甚至可以弯成这样哦，真的还蛮厉害的，这一只。以上这个就是 Figma 鬼灭之刃我妻三姨的介绍，那你看到的这个是所有的配件。给大家参考一下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感恩，再见，拜拜。